开箱的时候要做好准备和勇气，因为里面会比较臭。悄悄的开条缝出来。Hello， 有些鸟真的长得好大，哪只啊？这只。它在睡觉吧？我靠，人家睡觉呢，吓死我了！它睡觉在呀、啊，看。觉得有一只鸟好像死了，其实只是在睡觉。那好多鸟喜欢躲在这个里，它的屎盆里面。你看它们的羽翼上那些毛了吗？就是越来越多。嗯。现在哦，要清理那个，要赶紧清理下面的便便了。先清理下面的里边，长得好快，这个怎么固定？这一般自己的架子不太会用。一波三折，好了，我们固定好了。我先把下面的便便都收拾出来。小鸟已经每次都展翅飞，这个已经很好了。啊，不上电，我现在是用厨房纸垫的。但是这鸟便便干了之后，它们就能去掉了。如果不好去掉，到时候把它再洗一洗。其实好像也用不着猫砂，我觉得。猫砂可能会吸走一些味道，但这些鸟味道还是蛮重的。它那种脚都不容易清理。那种角落就要自己手到打理一下。
那些脏活累活的时候戴手套真的比较得心应手一点，手套一次嘛。再猜一下我们的铁笼子，独角的鸟在哪？我的小橘子在哪？我要找一找我们的小橘子在哪？找一找，看它今天恢复的怎么样。最后再看看那个一只脚的那个，大概看一下在哪。看一看是不是里面这几只。是这只 ，I said， 这只，看它，这只脚还是歪的，让我仔细看看 ，It's okay， 感觉那个脚掌其实还是有恢复的可能性的。
的那个。清理又结束了，其实每天差不多可能花个真的不到20分钟时间。记录结束啦，明天星期天还有一天。等我洗手回来再关掉。OK， 拜拜。